欢迎乡亲，等下到中华新闻的现场。为期一个月，在八卦山梅冬花季活动正式结束。新平的友善电视公司是来秉持着服务社会理念，趁着福田社区冬花季的活动期间，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，方便游客伫咧现场打卡，分享福田游冬花美丽。把握最后的赏花期，彰化市福田社区同款出现满满人潮。今年的福田社区冬花季参观人潮再创新的纪录，在活动结束的这一天，也出现第26万的入园的游客。在彰化市公所全力的支持之下，才有这么好的成果。啊，这个入园人数啊，到都讲已经突破26万人，哇，江夏感多一点，哇，26万啊，不简单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不是用花的哦，不是用药的，嘛不是用准的哦，是用计数器。哦，计数器10个工读生，一个人咧来，你即摆咧几个就甲你离教你的这个数字啊，所通。因为福田东花区拄好伫山谷内面，行动电话的信号唔是真好。去年新民岛有线电视直接装设免费的无线网络，今年再度免费提供，方便游客打卡分享福田游冬花。海拓不止提供这里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广场叫做幸福广场啊。那么是拢免费凯擘提供的吼，今日吼凯擘新民岛文化电视真正欢迎讲吼，这个福田游办这个活动吼，招阮到恁来，因为这吼是较山区，哦，所以大家这个手机的信号唔是一定拢真好，所以这个福田游刚参详就讲，阮伫这来提供这个 WiFi 吼，和大家来这要打卡，还是要上 FB， 还是要跟你的亲朋好朋友来分享这里的美景，都可以非常的顺利。阮嘛希望讲这个活动会使愈办愈好。阮东西也参加这个福田社区，继续来赞助来。虽然福田冬花季已经结束，不过在园区内游冬花还搁在盛开当中。民众若要搁赏花，要把握最后的几工花期。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。